主料山药300克，辅料油、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材料山药，山药洗净去皮切块，加少许淀粉。锅中加入油烧匀后放入山药，锅中放冰糖及适量水，小火将冰糖慢慢融化至起泡泡，最后把山药放进去翻炒上糖就可以。最后的成品烹饪技巧，一把丝最主要的是熬糖稀，熬糖稀时要有耐心，熬好了糖稀拔丝就成功了。二，不爱吃甜食的人可以试试，外表看起来很甜，其实里面一点都不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